第十八题，阿伦和阿敏观察铜的氧化的情形，右图为铜粉和氧气反应生成氧化铜时完全参与反应的铜粉和产量质量的关系图，试问氧化铜和氧的质量比为多少？这题要用的是有关于叫做质量守恒。我们从图上的格子点可以看到，我们的氧化铜12克的时候，铜有8克，所以氧化铜 Cu2 有12克的时候呢，我们的 Cu 有8克，那么所以表示我们氧就有12减8克，也就是有4克的氧，所以表示4克的氧跟8克的铜作用产生12克的氧化铜。现在问我们的是氧化铜跟氧的质量比，那氧化铜的质量有12，那我们氧的质量有比4，所以呢就是13，所以比值就是3。所以呢第18题呢问我们说氧化铜跟氧的质量比值为多少，我们答案选 B3 啊，就是第18题我们答案选 B。